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早，我是新北市平安蔡金平。这回受到咱各位乡亲士大兄弟姊妹大家支持的拥护，啊，我会当顺利来当选。我一定配合咱所有里长、所有这个区公所、甲区长、甲社团，各位社会里干事共同大家来打拼。为咱地方来争取地方的福利，甲地方所有的建设，那么来争取咱北侧道路，初心已经起啊，起码搁上台会，那其他会使搁复工。那么东东大桥，啊，我包我来继续推广，啊，我咧议会一定替咱所有乡亲共同支持，来共同来发声，来为咱地方所有的建设、所有的福利来争取，啊，向咱新北市政府、向市长。共同来争取，啊来拜托所有乡亲来加支持，来感谢你。啊，所以这回苏联行大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拢如意。啊，大家大发财，啊大赚钱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